全世界最可爱的十种猫咪，你家有几只？伴随着养宠物的兴起，很多朋友都会在家里养上一只可爱的小宠物，它们既是宠物，也是朋友，甚至是家人的一员，简直成了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现在养宠物的小伙伴越来越多了，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搜集各种猫咪的信息，让大家对自己的主子有个更直观的感受。十苏格兰折耳猫。苏格兰折耳猫是一种十分可爱的猫，最早发现于苏格兰并因此而得名。它们的耳廓被认为是由于遗传缺陷。苏格兰折耳猫性格温顺，乐于助人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猫家族。九英国短毛猫。原产于英国的英国短毛猫，身形圆胖，粗短发达，毛短而密，圆咕咕的，让人觉得萌萌的。头大温和，平和待人友好，极易饲养。它在全世界都很流行。巴加拿大无毛猫。加拿大无毛猫也叫斯芬克斯猫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市养猫爱好者专门培育的。身体部位无毛，皮肤呈皱褶，有弹性，个性温和独立，不具有侵略性，可与其他猫狗共处。由于它特殊的毛皮和独特的外观，一直备受追捧。西俄罗斯蓝猫。原产于俄罗斯的俄罗斯蓝猫，身体短而有银蓝光泽，与其修长的身形步态轻盈，尽显高贵的猫风度。其外表非常迷人，摸上去就像绒毯一样，蓝银色的皮毛看上去更是充满神秘和高贵，大受西猫族的追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蓝猫还是猫和老鼠中 Tom 的原型。六橘猫。橘猫是中华田园猫的一种，其颜色一般分为橘色和橘色，在橘猫幼猫时期特别调皮，喜欢对人撒娇，很是亲热。成熟期的橘猫性格稍有稳重，但对人撒娇的功力并未减弱，反而更是亲密无间。十只橘猫，九只胖，还有一只特别胖，其胖乎乎懒散的风格更受到猫奴的追捧。五暹罗猫。暹罗猫是世界闻名的短毛猫，体态轻盈优美，体型修长而舒展，给人一种华丽高贵的感觉。远古暹罗今泰国，这只珍贵的猫只在皇宫和大寺庙中饲养，是足不出户的贵族，被视为财富地位长寿的象征。斯布偶猫，这种布偶猫被称为布拉多尔，原产于美国，是现存最大最重的猫之一。其皮毛厚实，全身特别松软，四肢长而有肉感。布偶猫比较温顺好静，对人友好，其外形优美优雅，又被称为仙女猫，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宠物猫，深受猫奴的喜爱。三丽花猫。猫花猫是中华田园猫的一种，在千年间被自然淘汰的许多品种仍保留下来。大家最熟悉的狸猫，换太子里的主角就是它猫。花猫勇敢威武，体态健美，是一种天生抓各种小兽的小型猛兽。猫猫爱玩好动，有美丽厚实的毛皮，是颇受欢迎的猫族之一。二波斯猫。长毛猫是最常见的一种。波斯猫长着一张可爱的脸蛋，长着华丽的背毛，性情温和，举止优雅，天然养眼，给人一种华丽高贵的感觉，因此被称为猫中王子王妃，是世界上爱猫者最喜爱的纯种猫之一。一孟加拉猫，又被称为豹猫的孟加拉猫，身穿一身华丽丽的豹纹，与那双翠绿的眼睛，给人一种华丽和狂野的感觉，简直就是猫中的极品。其实还是自家猫主子身价最高了，自己的小宝贝是谁都替代不了的呀。